进手术室哦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要来吃大餐吗？因为没吃要生病。如果别人跟你说你两个月不能吃什么的话，那你就会很想要吃这个东西。生 baby 前最后一餐就是要吃很大的西瓜。这是我的行李箱，哺乳内衣，还有这个很重要，束缚带。大家都说不要头不要吹到风，这个是基础的保湿，充电线，妈妈手册。现在最后去洗个头就出发了。前八小时要进食，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车的空间里面，只能够用鼻子跟他一起吃这个葱抓饼。哇，跟神仙一样，闻空气就饱了。以后所有针都只要打在这里就好了，但是他刚刚说麻醉跟麻药其实都是打在别的地方，所以并不是打一针就可以。刚刚抽血的针筒是超级粗，所以这一针只是打得很痛。好紧张啊！刚刚护理师打来说我们要准备出发了。哇，来了，出发了。OK。我进电梯，哇，进去了。哎，我按错了，对不对？紧张的表情，有点紧张。看起来很平淡。我肚子好饿哦。进手术室哦。等待进去手术室中陪他，我的天哪，紧张啊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，他们刚刚我很紧张，他们都一直安慰我。你会紧张吗？有一点，坐在这个位置的那个感觉有点诡异。第一次，我会怕血吗？还好啦。OK， 你就说不要紧张。我怕我直接晕倒，来不及收心。想你等一下怎么开？我的天！我现在的脚已经很麻了，再给我一个软水袋拿着。但是拿着这个软水袋会比较安心，好像少了一点东西可以抓。对，而且它是暖暖的。你会不会等下把它掐破？啊！我上次进产房都哭了，我这次都没有哭了。真的啊，越来越勇敢。对，他上次哭的有点夸张。只是睡着了，没有办法。没有，他上次在门口就开始哭了。好吧，那真的是现在有变勇敢。门口因为紧张打针就。有他有跟我说，我们就直接睡着打。你不要紧张。对呀、啊。我只是觉得肚子一直被按住，对，只是没有觉得被打。等一下，拉的感觉还是会起来起来。没有。真不是。我自己都不太敢看。真的吗？你能看得到吗？我看得到啊，但是我不想一直盯着啊。真的吗？你看到他在干嘛吗？
不想要说，你等一下自己研究你的影片。被爆走去检查，早日恢复健康跟苗条的身材。